是跨人跨语的台湾老婆新西亚，我是中文不标准的美国老公 Shane。Are you ready？ 有趣爆笑，新西亚安顺的异国婚姻劲爆开讲即将登场 ，Let's go！欢迎大家来到新西亚和 Shane 的异国婚姻劲爆开讲，我是 Shane， 我是新西亚。Hello， 一个礼拜又到了， yeah. 大家不知道这个礼拜怎么样？听说在台湾最近还蛮天灾人祸。天灾人祸是什么意思？天灾人祸呢，就是什么？天灾就是那个大自然。Uh-huh. 大自然 disaster 是不是？有吗？在台哦，台风吗？台湾不但有台风，嗯，然后最近的气候都非常奇怪，就是可能有时候都会就下大雨嘛。台湾就是个算是那种岛屿型气候，就常常会下大雨，然后下大雨，然后闪电打来，然后就地震。最近台湾地震还蛮多的，真的、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台湾最近就是还蛮天灾人祸的，希望就是。居住在台湾的你们一定要小心。我真的还蛮害怕地震，我觉得。欸、其实我也是、欸嗯、我一直在想，我觉得我不怕台风还是什么的。嗯、我记得上次我们有地震的时候 ，freak out，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那个时候，嗯、我在上班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嗯嗯嗯，怎么还蛮大的？哦，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 LA 的地震很大。我那时候不在办公室，我那时候正好对我就是在车上，然后在高速公路，那地震听说真的还蛮大的。对对，所以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嗯、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每次听到一个大是什么大车吗？卡车？卡车？大是大卡车还是卡车？大卡车？对，卡车啦。所以它有些声音就是很低很低的，我真的会。你会觉得很害怕。对，我不知道。哎、欸，其实我来问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你很害怕地震？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类的恐惧都是地震。我也很怕地震、欸、因为我真的觉得地都不稳，你还能怎样啊？你逃去哪、啊？对对，真的啊，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每次都会幻想说，地震哪里最安全？就是飞机上最安全，因为它在空中飞啊。哦、可是如果真的很大的话，嗯、那个你们会下怎样？Landing 怎么说？降落的时候，降落的时候 ，Landing 是降落、哦，降落的时候，嗯，会不会有可能是那个路不好？哦，有可能，那你就一直飞就好啦，一直飞，你就在上空一直盘旋，安那点货啊。这边有 nuclear 的那个飞机吗？可以飞很久。哦，我这个还不清楚。这个我还不清楚。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如果知道的民众请call in跟新西亚讲一下，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总觉得地震就是在飞机或是感觉，我就觉得地震，对，我有想过，就跳绳应该也 OK， 就是把自己腾空在那种空中就 OK。可是在开车还不错，如果没有很严重的话，那就路面，可是那路面因为你真的感觉不到。对啊，可是其实路可能桥突然就断掉，就突然开到海里去，还怎样啊？所以就还蛮危险的。我觉得到就是什么 middle 的怎么说啊？哦，地球那个地球的中心，地心的地方吗？就不，或者是到我们会说，我们你会到 China。哦，你说如果从美国打个洞的话，对岸就是中国了嘛？中国，对对。这方法也是可以试一下。所以就是，如果说就是最近天灾人祸很多，发生地震的话，第一个记得就是往下面钻洞，逃到美国来找我们是 OK 的。哎哎，可以可以可以。好啦 ，Anyway 啊、今天大家还喜欢我的造型吗？我觉得你最近真的，我觉得从你回来。美国自从有马丁加入以后，我就非常 care 我的造型。对，以前真的不会，你真的会乱穿。以前你们大家不相信去调以前，那时候我在台湾，或者是我回台湾之前，那时候是真的都是清一色的造型，就是类似玛丽的造型。我真的会说，哎 ，baby， 你这样说看啊，没事没事。而且我好可以可以，曾经有一集好像就甚至还不化妆，然后戴着眼镜。有啊，那时候因为我们录节目是好像礼拜六还礼拜天，那时候都发蓝，然后头发就乱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就绑了一根冲天炮。然后那一次就蛮 crazy 的，因为整个就是没有什么自尊心还是什么的，就还蛮夸张。就是 Mary 吗？
还是你？对，是个发春的 Mary。你的 Horny Mary， 你的 Alter Ego。哦，对对对，就是这样子。中文怎么说 ？Alter Ego。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居然知道，你被抓到了。就是你的 your other personality。如果你有 multiple personality 的那个 disorder，就是如果你很多双重人格还是什么的，对对，多重人格。Mary 是比较丑的，就是我就是平常会看到的就是 Mary。而且我发现真的，你们要知道，女孩子有打扮，你们的个性都会不一样。对，真的。当我是 Mary 的时候，就是我真的蓬头垢，我在外面出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杀气，然后就说，而且一直拦着我。嗯，我就说，baby。我开始觉得，哎，喂，他就是你走开，走开。那种感觉走开了，然后就是朋友，朋友而已。可是，对。然后只要我很正的话，我就把你就我会就自己在那边，我就是拉着他，哎，对。然后就在那边走得很开心，这样子，然后看东西、根本不理我，对。对，所以我相信女孩子都就是一定会的，就是当你们有化妆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特别有自信。这样子很贱，我觉得。怎么会呢？我很贱啊。没有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啊、女生嘛都会有一些 face off 的时候。face off 吗？我已经喝醉了，是不是？这是酒脸还是？face off 不是变脸的意思吗？我已经喝醉了吗，各位观众 ？Face off。face off 不是变脸的意思吗？没有。face off 是什么意思啊？讲一下。face off 就是 white hockey， 你有 face off 。等一下，又不是那什么John Woo有一个电影叫 face off。有那个 Nicolas Cage 跟那个谁啊，跟 John Travolta 演了一个非常有名的 Face Off 的电影啊。我觉得，所以我就认为 Face Off 这个字就是变脸的意思， Change your face 的意思。不是，不是，不是吗？嗯， no. 好，那是 John Woo 的英文不好，误导了我。Face Off， no。哦，不是哦，好了好，你也知道吗？反正 baby， 又来了。好了好了 ，anyway 呢，今天呢，在拉迪赛直接呢，就是有个劲爆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哦，你有吗？哇，上去来了，讲。我一开始就没有，哎，你要讲什么？我只要一喝酒就灵感源源不绝，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最近呢，就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在 Facebook 上面，然后当我试图再把新闻的页面调出来，那新闻已经不见了。哎，因为那个新闻是2008年发生的新闻，在香港。对，好，这个可怕新闻呢，其实还蛮夸张，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4岁的一个小男孩，他在房间里面看到他爸爸妈妈的 A 片。对，好，他就自己在跟你就拿出来看嘛，这样就好奇。然后听说拿出来看以后，你也知道小朋友的4岁男孩的小鸡鸡还是会有反应，还是会啊，然后就勃起了。可是你真的不知道，我跟你讲，恐怖在后面，因为勃起它好像有自慰，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本性就想去摸它嘛。对啊，对啊 ，It feels good, it feels good, right？ 就去摸它，就后来小鸡就爆炸了，恐怖 ，What？ 对啊，就炸开嘞。他的小弟弟就炸开了、欸、小弟炸开，这是骗人的，不知道是炸开还怎样啊，这是骗人的，你听我说，等一下有欸，有那个小弟弟就是急救的一个画面欸，急救的 It makes sense， 我觉得好，然后就后来 It makes sense， 听我说，就小弟弟就啊然后大叫你知道吗，因为流血了、yeah. 就炸开来，爸爸妈妈就跑去房间发现他就昏迷，然后整个下体都是血，然后就送去医院你知道吗，然后医生就说你儿子阴茎炸掉了，所以要帮他截肢，就是没有小鸡小鸡鸡要被 cut off， 这是的，这不是好这好，你觉得很 over 对不对，这是真的新闻，然后呢这个新闻不标示是真的 OK 好 anyway 反正呢并也许他不是 literally 炸开来还怎样，不是那种蹦还是怎样，可是医生的解释是说因为那时候4岁的孩子他的阴囊那些东西基本上并没有发展的非常的完全，所以说你也知道他的那个阴茎在充血，他在勃起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抗，他没办法射精啊，他射不出来，因为他东西还没有长好，所以说他的阴茎就一直在充血的时候，那个旁边的组织非常的脆弱，于是就烂掉了。我有听说过，就是好像男生如果听说好像男生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勃起对不对，你的小弟也 stand out 你勃起，可是你射不出来听说很危险，你会坏掉那根会发紫要送医院，这个都是 我们会说 urban legend， 这个都是从 urban legend， 我觉得是会有可能，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如果射不出来的话，你如果今天你勃起你射不出来，你一直勃起你超过12个小时都在勃起，你会怎样，勃起就是
boner 吗？对啊，你 boner 你就一直 boner、哦、一直出不来，你怎么办？你一定很危险、啊、如果你一直有 boner 的话，可是我觉得然后你都射不出来。对，就是有些人现在就是要吃那个药，就是 Viagra 用威尔刚啊。对，所以这样子有可能你真的可以发生什么很大的问题。对对对，就觉得如果你是自然的话、嗯、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我觉得对，可是我只是会觉得说当那个新闻发生的时候我希望好可怕哦。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的、嗯、他就是不懂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可是这个我觉得我不相信。我觉得我相信耶，我不相信。以后让我们儿子来试看看。反正那个报道还讲说爸爸就非常的自责说、啊、天哪，我怎么没有把 A 片收好，害我自己孩子的鸡鸡要被切掉啊。我觉得你哎、欸，你知道这英文、嗯、你知道这新闻是谁传给我的吗？嗯，谁啊？ Effie。 哦，真的、啊、对，他传给我的。所以 Effie、啊、如果你看到那个这个影片的话，请出来留言作证一下，虽然他不相信。我就在网络上可以看就是找到很多嗯、很奇怪的微博的新闻吗？对，可是我觉得新闻现在就是不算什么。我觉得新闻不是真的。哦，真的吗？当然啦、啊、有很多就是不是真的。哦，所以你他们就是希望可以、嗯、得到一些 attention。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会就是乱报哦，乱报一些微博的东西。 对，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不会看科学，或者是就是真的有研究，他们就是哇不过这个很劲爆。我来问你一个即时问答好了。 OK， 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们哪一个新闻让你会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新闻？对，你会觉得我的妈呀 Oh my god 那种感觉。嗯，你看这当主持人，你看主持人马上问他就应该马上答出来。主持人正要做功课。因为是中文我真的想不起来。你讲英文的也可以啊。嗯，不知道。网上你看，我又想到一个。